6月23号，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公布了2016高考成绩。郭雪彤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成绩单，天哪，总分552分的高分。要知道，艺术类本科的分数线可是346分呀。小彤在微博里描述了自己的心情：早上5点起来化妆，一直紧张的心脏突突。高考完了还挺潇洒的，可越是临近越焦虑。反正此刻知足感恩。除了小彤，张雪迎也在微博上晒出了成绩，虽然只有415分，但对于一位艺术生来说，成绩还是不错的。他写道：作为艺术生，我努力了，感恩感恩。数学是从未好过，钦佩。虽然这数字只有47分，但是作为女孩子也没啥了。粉丝们也送上了祝福，都很棒，努力就好了。大学加油，我们还要看你们的戏呢。除了这两位 ，SH48 赵佳敏作为广东省考生，会在6月25号放榜哦，相信也一定会是非常不错的成绩。某个老喜欢，长得好，成绩还这么好，乐乐赶紧去做3套卷子压压惊。报道。